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炮啊。今天继续给兄弟们看我们周五华三的一个比赛啊。对面的话，对面这个三公的话，应该看起来也是比较厉害啊。对面这个三公，第一回合直接开无限观战番的话是三个全服排名前五的法系吧，服战冠军法系都有两个，好吧？不知道陶董这边有没有拿过服战冠军啊？反正服战冠军法就差不多是三个服战冠军法系，好吧？一起打华三，这边的话是一个普陀地府的一个阵容，对面的话是一个斯托尼、尼泊城化身地府的一个阵容，三法系大战三物理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。对面的话第一回合也是没有怂啊，好吧，第一回合鸟阵的极限大克配合无间地狱，好吧，直接起手应该是三把飞机啊，两把尼泊城，一把斯托尼，这边小喜欢直接挂分间倒海。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怎么点人啊，是群秒跟宝宝跟呢，有对面也猛的兄弟们，对面这尼泊城也猛。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是选的秦三叠点呢，还是群秒加宝宝跟呢？看一下观战番怎么选择，荆棘五七千，三把荆棘五 ，OK， 八千三出现163了，我感觉还能省12000。我感觉观战番一个比一个猛啊，好吧，这边荆棘五4000。你金鸡4000，我就得金鸡8000；你金鸡8000，我就得金鸡12000。我靠，真的，我操，真猛啊，兄弟们！就以前看我们兄弟的一个比赛，我觉得血神木的伤害就是非常高。后来我知道我错了，对吧？看完这个队伍之后的话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就只要你硬件够好，对不对？就这一种伏战法系的神木林伤害还是要高一些，对面打得好冲啊！第一回合开无间，第二回合换顺法，而且对面的话是产生面所有的单位全部都换顺法，这边的话还是有一略微的有一丢丢顶不住。OK， 接了一把金金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接完金金之后接群秒。对面的话有一个风系一速啊，对面的地府是风系一速，要辞的话也是可以辞。这边的话要第五回合应该才有风卷了，就前面几回合应该不会丢风卷。好像神木林的风卷 CD 的话是第四回合、第五回合，对吧？对面地府接了一把罗，地府接罗，那化身那边的话还有一把大分罗，化身舍自己，准备要辞。对面头顶163，就一般来说的话。你像这种送花他们团队的话，一般是经常打华山的，头顶163的话增加32%的伤害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观战番几个法系的话也不是一个全魔的一个属性啊。因为我跟你说啊，你打这个华山的这个比赛的话，属性的话全魔的话，打这个比赛说句心里话，打不太动，因为华山很多很多三公队伍，如果说你不追求看性加全魔的话，有点顶不住，好吧，有点顶不住。OK， 哎呦，秒的好凶，真的。化身这边是有一把词，好吧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正好对面下回合的小死丸化身全部吸走，化身是有一把词，词个拉丝。这种队伍的话，化身是100%有词的，好吧，全部可以吸走。我们来看一下化身。化身一个人承担了全队所有的压力，18回合的死亡禁锢，我操，真的。化身辞起来之后，惊涛，因为地府的速度比化身要快啊，所以说化身辞寒过后的话，地府应该是会在回合最后一个，就回合数结束之前的一个单位才能够出手。小死亡再挂，我觉得对面这种宁波城这个队伍的话，打我们这个神木林这个队伍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急。我觉得对面可以起真君打，我觉得可以起真君打。我觉得关叠状态的话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跟观战番这种伏战级别的，我觉得好像。不是说伤害不够啊，总感觉差那么一丢丢，你看到没有？
其实对面伤害可以啊，但是总感觉差这么一点点啊，就差这一点点伤害就要用真菌来弥补。 OK， 这边地府倒地，地府倒地，我跟你说这一把比赛不一定能输，好吧，因为对面的话，我跟你说对面地府啊什么偷酒啊还是有一把自残的机会啊，只说对面化身倒地了，你懂吗？什么化身十九层小死亡，十九层死亡禁锢，就周五打的化身身上的小死亡，周六到周六打化身身上还有小死亡，这边应该有风卷了，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用风卷，没有用风卷。哎，其实可以看得到啊，观战番看性比较足，其实有普陀山还是可以打呀，尤其是虎头位这个伤害高啊，兄弟们，对吧，伤害也可以啊。 OK， 对面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寂寞，好吧，主要是化身倒地，你知道吧，要能把化身的这个死亡禁锢，他这个是大死亡啊，兄弟们，四回合小死亡加十八回合大死亡，我操，加起了二十几回合，比赛总共打了六回合，对面吸死亡吸了二十多回合，真的我都吐了，兄弟们。 OK， 喜欢看炮哥的解说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啊，对吧，下期有更比赛的一个比赛解说，就兄弟们你们自己有精彩的比赛解说的话，也欢迎兄弟们私信我投稿啊，好吧，做视频什么的都是不花钱，免费给兄弟们做视频。比赛六回合，对吧，那应该是没有局了，那应该是没有局。只有化三的比赛可以有产三面，可以同时容纳三个同样的门牌，其他的正规的比赛是不可以的。 OK， 比赛机会了，下期比赛我们再见。